谢谢。哎，这是谁的呀？这个拿起来哦。等等，喜欢到说不出话啊，喜欢呢。赵小乔2018年开始设立赵小乔女人说 YouTube 频道，如今已有22万订阅。频道上分享自己日常生活，也让女儿点点宝宝一出生就成为最小网红。日前赵小乔上传一家人欢喜过年的记录影片，只见女儿点点宝宝身穿一袭红色龙宝宝装，吃着年夜饭萌翻家人，而点点宝宝收到家人发的红包也成为全场焦点。可以拿红包的习惯，恭喜恭喜！好可爱哟、哦，今天穿龙的针织衫配红的小裙子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你们谢谢。还有两个都在吃乌鱼子炒饭，过年就是要吃乌鱼子，妈妈也一口。因为我怕咸，所以我给宝宝的是还有再混一点白饭，好吃吗？可以的，没错，媳妇来吃饭饭。哇，硬皮儿啊，看一下肥肉，吃掉，蛮好吃哦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等？啊，不用等，我们自己来就好。麻蛋，麻蛋，好爽哦！哇，好弹哦，紧的触控，嫩煎，他们做的超强的。我上次母亲节也吃了。我现在狂喝果汁，跟你们哥都像爆。他看到每一道都是很适合下饭，怎么办？边吃还弄那个一碗罐。嗯，工作的太强，还有人入口接下来的，哇！你现在非常好，好聪明。妈妈，妈妈要吃口水鸡啊！年菜可以吃到大的口水鸡，我很开心哦。对哦，对，好好吃哦。在想，我们家的点点宝宝已经吃了第二碗乌鱼子炒饭，哇！哦，好厉害哟、哦！第三碗了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菜真的太多了。现在是最后一道咸的菜，是头跳墙，饱到不行。我原本想说我要整锅带回去，然后呢，艾比说在哪里？到底在哪里？意下如何？艾比喝了一口，然后就说：“天哪，每个人都一定要喝一口，太好喝了！”我才成了这样，因为我们真的饱到不行。以这样的价钱来讲的话，它的品质跟量真的很厉害。那边都有这个了，好喝，很夸张。它年菜的表现很好，然后一般的菜也很好。哇，这个是新品哎，接下来夏天会变常态的菜，而且这里面有糖制的凤梨。年夜饭吃刨冰好开心哦，上面有挤了柠檬，所以应该感觉是很 fresh 的。啊，它连那个凤梨都是冻的，很好吃哎。嘿，这是谁的呀？这个拿起来哦。等等，喜欢到说不出话啊，喜欢呢、啊。还有全的。还是要给啊！我现在变叔叔了。哎、啊，吉祥话是什么？龙年行大运，然后钱隆隆来啦！哎呦，马上好，可以吧？都是。有马上 OK 啊、哦，叔叔 OK 啊、哦、，OK OK OK OK， 耶、yeah, ，宝宝给的红包啦！耶、yeah. ，还有公公的，耶、yeah, ，你的。